上酒。啊，好。你这么大的风啊！大人，喝杯酒吧。冷血十三英，一出鬼神经。原来今天真的要暗算八府巡案朱大人，阁下就是大小飞刀的大飞刀韩冲。你就是冷血十三英的老鹰。不知道韩大侠要插手，老鹰跟众兄弟就先告退了。你们奸淫掳掠，杀人无数，身上悬有重赏，我放了你们，我去跟谁收钱呢？面目全非，不能领赏了。大小光桑，这两个不要，抢尸体好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这里勾男人上床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那你就乖乖的给我站在这里。不要抢我的生意。人都还没死，分什么先后？要抢，大家各凭本事。小生并无轻薄之意，请你恕罪。你有心也好，无意也好，你占了我的便宜，居然还说这种风凉话。姑娘，你的衣服。衣服不要了，嫁给你了。嫁给我？喂，
按什么书啊？叫你看个死人都能让死人给跑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过，公共场合不要叫我二叔，叫我二哥。二哥，风二娘跟风铃都把尸体抢走了啦。我知道了，小买卖才10万两，我们现在尽快赶到京城，那里有大买卖在等着我们。嗯。这些是赏给你们兄弟喝茶的，谢谢。李捕头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。哦，知无不言。大小飞刀韩冲、韩林两兄弟向来四处抓贼领赏，视钱如命。可是为什么这次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尸体，他们连追都不追？我想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拿去买新衣服吧。好、他们上京做笔大买卖。什么买卖？那就难怪了，请回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姐姐，他们上京干什么？这个你就不用多问了。你看韩林这个傻小子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有没有啊？那个土豹子啊，傻里傻气的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想这次他们两个傻瓜一定会死在我们手上，对不对啊？上月初八三更时分，那个淫贼九尾狐偷去我传家之宝金缕衣，还有大批银两，本来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由他去吧。可是家丁发现他之后，他凶性大发，连杀我家眷41人，还奸杀我独女倩儿。可怜倩儿，她只有13岁。哎，我决心散尽家财也要把九尾狐抓回来，让我亲手在我女儿临前报仇。为什么你那么肯定那个人是九尾狐？九尾狐作案之后一定会留一条狐狸尾巴。九尾狐朱星，江湖上传闻他的轻功极高，又善于机关，武功也不错，但为人狡猾，又有好几个窝，要找到他恐怕要1-2个月的时间。我已经查到他就躲在朱家镇，那里距离京城要7天路程。老夫已经为两位准备了1000里民居，专程赶去，只要5天就到。价钱方面，100万两，满意吗？哦，员外说的对，九尾狐的人头绝对值这个价钱。先付30万两银票。抓到九尾狐的话，7天之内在张家口财神客栈交人，然后再付剩下的70万两。好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我们兄弟两个人马上就去。哦，这个还给你。离开这里吧，如果被四大死人碰到了，哼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哎呀，这个你尽管放心好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抓了大小风骚，可有的忙了。喝完喝茶，暂时是绝对不会出来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四大死神修炼邪术，他们从来不近女色。他们抓了大小风骚，那是为了给冷血十三阴的兄弟们报仇的。我看今天晚上啊，他们在死人林把大小风骚挖心祭灵之后，就会出来活动。太阳落山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赶路。这两个女人呢，成天抢我们的生意，实在太麻烦了。有人要挖他们的心出来，这是帮我们的忙啊。二叔，那我绝对不会去救他们的。月夕东升，要我死神，死兮生兮。这几个人邪里邪气的。哎，最前面那个就叫死缠烂打，排行老四，撒纸钱那个叫非死不可，很难缠。坐在地上呢叫一招就死，神坛后面呢叫永远不死，
这个人十分邪恶，听说怎么打都打不死。谢谢二叔。谢什么？我是带大小风骚谢谢你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次来全是路见不平行侠仗义，待会儿我只管杀人，就这么大小风骚可没我的事儿。哦，走。哇，真的是永远不死。姑姑娘，风铃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不是大小风骚，就算不是他们，也是梁家父子。梁梁梁梁，你个死人头啊，有两个女人给钱叫我们来伺候四位大爷的，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们俩少管闲事。又被两个女人耍了。哎哎哎，各位不好意思，你们慢慢玩啊，不打搅了啊，告辞啊。你说走就走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哇，死了。嗨，这家伙还真是一招就死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也知道他叫一招就死，你还向他出招，那当然就死了。大哥，姐姐，大哥，以我估计，他们至少被四大死神拖上一天一夜，我们一定可以给他们先到朱家镇，抓住九尾狐的。那他们会不会出事啊？哎呀，放心啦，你小情人的汗毛啊，一根也少不了。走吧。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吗？哎，传说永远是夸张的，传说我们大小飞刀是力无虚发，结果呢还不是长射不中。哎，这不就结了。还有一个，快点解决了去吃宵夜。怎么样，搞定了？好，带我去看大夫了。花样才好玩嘛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啊？哎，行，书上都是这样教的。哎呀，骨头都快断了，不玩了。
哎，多玩一会儿吗？不玩了啦！这一本书啊，是我好不容易才从天竺和尚那偷回来的。这种功夫叫瑜伽术，练了它，头脑都会灵活一点。我是为你好的。我看你做梦啊，蠢材！好的不偷，专偷这些没用的东西。学学老婆我好不好？你看看，我偷了这把削铁如泥的宝剑，无坚不摧耶！你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算得了什么？哼，看看这一把，金龙宝刀，天下第一刀，没人比得上。别傻了，老公，你那把破烂刀怎么比得上我的飞凤剑呢？别这么说啊，老婆，金龙宝刀绝对比你那把飞鸟剑厉害，你根本没得比啊！倘若你硬是要比，只会让你口吐鲜血，自废武功，隐姓埋名，退出江湖。我呸呸呸呸呸！夸张、自大、恶心！我的飞凤剑呐，一剑就能劈断你的肥蛇刀。哎，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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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我没娶你之前，你不是那么泼辣。好，原来你没到手之前什么都好，到手之后就当我是条猪是吧？你还敢说呢？以前还爱我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你都说好的。嗯，现在我说飞凤剑厉害，你说什么都行。如果你硬是说飞鸟剑厉害，那就是白痴。我是白痴。为了把剑想磨杀亲夫啊！我这是大义灭亲。我看你是掏个派去呀！老婆。我不是说过，硬是要比，只会让你口吐鲜血，自废武功，退出江湖啊！你欺负我，你个无赖！哼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别算我头上。我叫你去死！挡住、拦住、顶住，全身反弹给你，我绝对不会死的。我数三下，你一定要认错。一，我没错。二，我不认。不好意思，数三了吧？喂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那么赖皮，讲好数三的嘛，个八婆，今天真扫兴。哇，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失踪七年前为时一个月，第二次失踪五年前为时十五天，第三次失踪三年前为时七天，第四次失踪一年前为时三天，第五次失踪三个月前为时一天。这一次应该要不了一个时辰就回来了。我去上个茅房拉个屎，慢慢的等吧。哦，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呀，还易了容嘞。嗯，哎呀，还多带了一个赔罪的，两女共侍一夫，不晓得我成不成。不过我会尽力而为。你就是九尾狐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声音都变了？哎呀，判若两人，我好喜欢了。九尾狐，我们是专抓淫贼的大小风骚。哦，久仰久仰。我要是查了哪里有淫贼，我马上飞鸽传书给你。这里可没有，请回吧。等等，京城雷园外府里发生的那些案子又怎么说？哪个雷员外啊？我听都没听过。
知道放个屁就可以把你们摆平，那就不用打半天了。哎，阿玲，不要走，快来帮帮忙，快把他拉走。放手，放手，不放手，你放手。哎呀，好痛！还我手来！快走，还我手来！你们出来跟我打呀！别出声！你们一定能死！我必杀你们！我要你们永远吃，永远吃不好！你问我干什么？你问我是小风骚？出来啊！怎么了？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听到的，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你这个下流胚子，下一个才轮到你，先把你给摆平了，免得你在这边鸡毛子喊叫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你看清楚，他只不过是个没有发育的小孩子，他还什么都不懂的。要玩你就玩我好了，来啊。你急什么？等我把他摆平了就轮到你了。心疼你下手。哎，林哥，还带着两个大男人来，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啊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也不可以说，不能说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快住！我叫明天老公是过来救我们的。不行的，他就永远不死，怎么打都打不死啊！打不死？哇，抓你去展览，那不是很多人来看吗？胡活的！什么永远不死？太厉害，我装死。我是继续死啊！好，阿林哥，我拖累了你。不管你的事，我们就快死了。我想问你，你管啊？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喜欢你已经好久了。哇，好肉麻！难道他怕肉麻？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讲点肉麻的事情。海林哥，我好喜欢你哦，我是真的真的好喜欢你哦。哎呀，不够不够，再肉麻一点。你让我来说，我爱你，抱紧我，我的灵魂我的身体都是你的了，上啊。我悄悄的来，我悄悄的走，灰灰依旧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带走那家。好恶心啊！他真的是怕肉麻，恶心一点，恶心一点，继续继续啊！好好，我说，庄哥，你愿意爱我一生一世，永远把我当你身体的一部分吗？我愿意一生一世吃你煮的饭。穿你洗的衣服。哎呦，够了够了，加油加油！很好，继续恶心。我会爱你今生今世。不要过来啊！再讲一些肉麻的事情啊！说什么？我都说完了，说什么？做动作，做动作，做动作，我会。
哎呀我要抓下去了，快抓，快抓呀，这次我真的要抓下去了，我抓不下去，回来。恶心死我了，什么永远不死，哼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尽量的吐，吐出来会舒服一点。终于把我恶心死了。哎呀，好臭啊！哎，还永远不死呢，我看他死不死。你干嘛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点我的穴了？我知道，我们是大小飞刀，是来抓你的。不要脸的东西！要不是刚刚我救了你们，这风小姐，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什么？是怎么了？假的，假的，你们这些男人呢，都是假情假意的。哎，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也都是假的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样？二哥，我们怎么处置九尾狐啊？哎呀，我看我们大家也别争了，干脆呢，我们四个人全力护送他到雷员外那儿，这100万两呢，大家就平分了。好，可是你们不能耍花样哦。一言为定。好了，走吧。怎么有变呢？好爽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！哼，这死鬼到哪儿去了？想躲起来吓我？心啊，这个死鬼不会出事吧？还好我有现场重播机。怎么大小风骚这两个死三八会来这儿？现场实况，江湖恩怨一概不理。老不死，哼！这鸡翅膀好嫩呢，要不来一点啊？不要了，不要。你们不可以这样虐待犯人，这是不道德的呀！我们人那么好，怎么会虐待你呢？你们把我吊得这么高也就算了，你们在下面有吃有喝的又不给我，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给饿死啊？放啊，好啊，分你一点啊。呸！我不吃鸡屁股，我要吃鸡腿。哎，你只是一个淫贼，你当自己是公子哥啊？嫌东嫌西的。韩林，吃鸡腿。你们两个大小骚货在下面吊男人，我真是受不了你们。你再啰嗦，我把你舌头割下来啊。来呀，来呀。好了，小风骚，你先坐下来。不用跟他耍嘴皮子，由他去说好了，等他口水说干了，他自然就会停下来的。你实在抱歉得很，我天生口水多，我要说了天亮都可以，你要管得着吗你？韩林，赶快吃了，明天还要赶路呢，早点睡了。呸！你我不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大小不了，无非是想哄人睡觉，骗人上床，不过无所谓，奸夫遇到淫妇，那我只有假装睡着，大家比较不会尴尬，是吧？哎，九尾狐，你用不着说那么多废话，你说再多我们也不会放你走的。你们尽管睡吧，今天晚上我要是内急的话，不知道下面会怎么样，会不会做梦下雨呢？韩林，拿根绳子把它给扎起来啊，保证今天晚上是晴天。喂，哎，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，下流。
卑鄙无耻。这位胡，你最好给我闭嘴。你给脸见下，不然我连后门都给你堵上。啊？嗯，好，睡了。借身法才行啊！子尿，我要童子尿来了！哎呀，男人，聪哥，哎，我刚才怎么了？好哎，还好你有童子尿啊！不是我的，是他的。不管是什么风，总之不是马上风，马上把所有的姑娘给我找来。好，说你。好，让那母猫把我哄那么久了，今晚要是不玩个痛快才怪。在这方圆数十里之内，只有这一个镇。除非他日夜赶路，不然的话他一定会住在这儿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是能逃多远就逃多远，没有理由住这儿啊。对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先追他个50里再说吧。啊，回首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这只手好邪啊。哼，当然邪了，是永远不死的手啊。是吗？他好像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。哎，难道他知道九尾狐在哪儿？哎，跟着他啊！舒不舒服啊？舒服，哎，舒坦，哎，好高潮啊！跟我老婆哪可以玩这种花样啊？你嗓子好，是不是啊？裸女来陪你喝酒了。哦，你这个小贱人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！
我拿了你的裤腰带，为什么你的裤子还没掉下来？嗯，我点了你的穴，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倒下来？嗯，兔崽子，这还差不多。走，把它绑起来。四个打一个不算英雄。哎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们是英雄啊！啊，嗯。世界变了，世界变了。以前只有我一个人是贼，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贼。你一定是中了发春迷香了。嗯，我要。哎，有了，我有解药。哎，你别急嘛，别急。哎，我们先进房，进房去，进房，进房，进房。二哥，什么事啊？刚才我跟他进房要给他解药的时候，没想到他的动作比我还快啊！一家伙他就把我喊到嘴巴里头去了。你以后行走江湖，千万别中了发春迷香了，因为我再也没有解药了。馒头没有菜啊，你等着吧，领到你的赏金之后再请你吃鱼翅。姐姐，签名摘花给你啊。好。喂，快点喂我，就会泡马子阴贼给你。在这里，请你吃。给你。
老婆，不吃这些苍蝇行不行啊？我行、谢谢了，跟我上一次床就行了。跟我上床那么恶心吗？会呀、吃这些苍蝇我不会吐，跟你做爱我会吐啊！老娘十九岁大龄女的时候说我离弃逼人，现在你也没了，气也没了，那玩意儿你也不要了，你欺负人呢？老婆。有客人来了，哎呦，还有，哎，各位是不是要住宿啊？我们要四间下房。有下房，阿明，把客官带到地下室去。是，哎，请各位请，哎，请，我先来两口啊。老婆，我先喝两口嘛。死鬼，又喝酒！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一喝酒就说实话。在这种混乱的时期，你要小心点。不喝。哎，老婆，那些东洋人什么来头啊？杀气腾腾的。看服装应该是东瀛来的伊赫派术士。伊赫派术士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又没什么油水。老板，客官是不是要住宿啊？我们要两间上房。有，阿明，开两间上房啊！是，跟我来。慢走啊！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怎么还唱啊？姑娘，请上楼。慢走啊！看样子那个女的应该是武林第一号女贼飞天猫和她的师妹。哎，老婆，见闻广博。老板。老婆，这玩意儿你就搞不懂了吧？我知道啊。他是来自西方一个很神秘的国度，称为埃及，俗名叫做僵尸，生人勿近，学名叫做木乃伊。啊，木乃伊？呸！依你妈了！你叔叔乃是天下第一大盗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任何女性都无法抗拒的巨男大盗九尾狐啊！九尾狐？老板。请，客官您好，要住宿、您是老板吧？是，我们要两间上房啊！阿明，开两间上房给客官了。四间啊！喂，这么大方，四间，招待两位风骚姑娘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呢、你还不是知道那个雷员外会帮你付钱？他说脏话，你皮痒痒是吧？绑这么紧还能够说话，真了不起！这样都让你猜着了。今晚我请你好好吃一顿，怎么样？谢谢你。吃完我不让你浪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下流，还讲话，还讲不讲？哎，没家教。楼上的姑娘，要看就看，不要偷偷摸摸的嘛。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，还会有这么英俊的男人，真是难得。哎呦，姑娘，慢点。他们老板，找人把他抬上去。好，阿明阿伦，把他抬上房去。我们今晚用饭之后，想法子先把九尾狐弄到手，然后去把大小飞刀跟大小风骚杀掉。还要吃饭，真麻烦。不止吃饭，还要唱歌喝酒。这帮人呐，好像来意不善，我们要小心点才行，知不知道？你们看我的样像白痴吗？像不像？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有问题了，你才白痴，还说我白痴。你看看这些人的长相，就知道他们绝非善类，但也不必像你那么紧张嘛。小心有个屁用啊！吃饭了，干！他在干你。
真的。你也帮他干活？是啊。好。啊，喂喂，小子，你是嫌吃的不够吗？你刚刚已经喂了我十大碗饭了，我吃不下。把嘴张开。我不张。来来，喝酒。再来一个，哎，塞得满满的。嗯，咬。求败，从来就没人打败过我。如果有谁能够打败我，我就……刘他妈的撒过来，我不管了。哎呀，他是我以前一个西方房客，天生有被虐狂啊。自从被南盟友东方不败抛弃之后，每天到这时候到这儿来俩工，还会来两句洋文。我呢，给他几鞭子，来点辣油，哎，他就舒服了。哎呦，看样子还差了一点。没事没事，吃饭吃饭，继续吃啊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燃烧吧燃烧吧，火牛！哎嘿嘿，我干、嗯哎！他又在干你嘞！我的干！海林，先把他抬回房去。哎，再拿点芭蕉跟菠萝给他吃，帮他消化。好，好好干！不要了，好好好好干！来，师姐，我敬你。哎，喝酒喝酒喝酒！我敬酒啊，来来，别客气啊，好，再干，来喝酒哎，来，师姐你怎么了？哦，我不行，我喝醉了。师姐，哦，师姐好差劲啊，来，我们再喝，好好，来干。来干！
你的，我是来救你的，不能说点好听的，重说。美丽聪明，选很大的。她漂亮爱国，风起浪涌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精彩精彩！老婆，快点，猴戏上场了，来占个好位置。哎呀，过瘾过瘾过瘾！耍狠呐，你们几个只不过是想要楼上那个犯人。什么时候日本伊贺派也当起城市猎人了？好快的刀，死就死嘛，还那么多废话。100万两，你总也值3-5万两，把你抓了，可以赚点胭脂花粉钱回来，也不错啊。八个丫头，全部都要死！东瀛狗，滚开！老婆好，老婆妙，老婆呱呱叫。老婆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你这个死鬼，都是你害我的。看来我们就要做同命鸳鸯喽。哎呀，川将军麾下侍者求见雷公公。哼，这里是东厂接管的禁地，没什么雷公公，给我滚！你们杀了整个染坊的人，还想不认？立刻走，不然一律格杀勿论。哦，
好啊。两位相信就是伊贺派的银王头魔女。德川将军派我们来协助公公的。公公给九尾狐偷走的宝甲里面有德川将军给公公的密函，将军吩咐即使公公没办法拿回来，拿不回来，那我们也要尽全力毁灭那封信。所以你们就派人去客栈抢九尾狐。老夫已经安排好了，韩冲明天就会把人交到我手，而现在你们却打草惊蛇。我们呐，不管什么韩冲，我们的命令呢，只是消灭那封信啊。就算公公你也不怕通敌卖国的罪名，我们将军呢，也不希望留给中土人士一个画饼啊。哦，好，好，素闻你们伊贺派的奇术匪夷所思，你们可以拿回那封信，就免了我很多麻烦。我可以照样办回我的老实人雷员外。等九尾狐跟密函都到我手之后，就可以揭开羊皮还我真面目。公公的童子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。嗯，是啊，是啊。这件事不要给别人知道。嗯、啊。死了六个，走了三个，还有一个受了伤。一间房四两银，五间房子就是二十两，起码住半年呢、啊，还要1000两堵我的嘴，连带其他清洁费、杂费、零零碎碎、杂七杂八，一共是7800两。喂，他们杀了一天的人，也不在乎多杀两个，放心，杀我们俩灭口，一毛钱都不用付了。啊，哎呦，那多可怕呀、啊！你们不用怕，我们是衙门里特约的城市猎人，专杀江洋大盗，杀人小 case。哦，谢谢了啊！杀坏人不要紧啊，别杀错了好人哦。你说什么？这两个贼公贼婆在京城雷员外府上杀了几十条人命，奸淫掳掠的赃物还在这里呢，你还说他是好人呢？哎，我们只是偷东西，哪有杀人呢？那他奸杀雷员外的女儿又怎么说啊？啊，你真的奸杀人？没有啊，老婆，我整晚都跟你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奸杀？不要受他人挑拨。对呀、啊，不对哦，你中间有跑出去尿尿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尿个尿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奸杀一个女子啊？哎呀，我不管了、啊、我好心来救你，你居然这么下流，我心碎了，你干脆送我上峨眉山当尼姑好了。不过峨眉山那么远，没道理让你送啊，你放了我，我自己去吧。你以为他是个白痴会相信你做尼姑？赌一赌啊。赌一赌了。哎，冲哥，我觉得这次的生意有点不对劲儿，那个雷员外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就放人而不用押回京城呢？还有啊，他还没有到就有一些东瀛人来抢九尾狐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看不出我像个白痴，问我干嘛？回去睡觉。冲哥，冲哥，边边呢？叫什么叫？哎，我的房间在哪？我要套房。二叔，二什么叔？跟你说过有女孩在，要叫我二哥。哟，不要以为我的样子像白痴，其实我不是白痴。现在屋顶上还有一些人，你先假装睡觉，看看他们今天晚上搞什么。马上跟我回房睡觉。好。你们俩真当我白痴啊？横看竖看，你们俩也不像个猪，假人都看不出来。就是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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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哦哟，岂有此理！哎呀，好厉害呀！啊！好！油太凝结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要去吗？不准去。哎呦，你让我去吗？如果你真的要出手的话，那我就跟你离婚。啊，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嘿，你是谁？我呀，我是连拿五届武林十大金拳竞有奖，得到最受欢迎男高手，天下第一美男子张国荣，我老婆梅艳芳。梅艳芳？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张国荣怎么搞成这样的？哎呀，就是因为我得奖太多，我才退出武林的。你 OK？ 我 OK， 大家都 OK。天云定剑无功之。嗯，哎，你打不过别人，也用不着自杀呀。不是，他是想用东瀛忍术中最高的一招，先将自己变成全身是毒的毒人，然后再施展出亲情一吻全家死。算你聪明。我闪，我打不住，我闪，我打不住，我打不住，我闪，我打不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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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不爽啊？嗯嗯，爽不爽？嗯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说了，我得到最后一个奖是蝴蝶金奶罩和神龙护暖套。来这一套啊！哎，欢迎常来坐啊！你有没有事啊？你们说的？百鸡多鸟啊！中了，你怎么样？冯妹，我知道我中了阴毒，大概命不久矣了。你不要再理我了，趁我毒发之前把我解决掉算了。不行，你为了我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一定要想办法为你解毒。我无所谓了。总之我死了以后你找第二个人嫁了，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但这样啊，初一十五，初二十六，初三十七，不要说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重阳清明耶诞过年还有你大姨妈来的时候，多少点黄金美钞给我就行了。还有啊，帮我好好的照顾韩林。二哥，算了，你还是叫我二叔，我舒坦点。你不要这样子。总之我生是韩家人，死是韩家鬼。其实啊，也不是没救了。他中的是亲情一吻全家死，一炷香之后就会发骚，发浪以后就天窒息了。我们十八岁了。乖，你们俩到树林去走走。去。对对对，到树林走走啊，快去快去快去去吧。哎，去啊。两个要早一点回来啊！还有啊，不准乱搞！找个女的跟他眉开九度，不过他就会变成性无能。可是这个女的呢，就会怀下怪胎啊！怪胎啊！三天以后怪胎生下来，把它做成卤肉饭给他吃，他就没有性无能了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会生怪胎啊？我不是说生怪胎，我是说他真的可以眉开九度吗？啊！行了！哎呀！哈哈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行不行？
我想还可以吧。嗯，行就来吧，别等了，上！哎呀，快快快快！哎呦，还好不是我中毒啊，要我没开酒肚，除非林青霞。还好给我捡到了天银地剑蜈蚣之，20年啦！今晚我们要梅开酒肚，轻轻一吻，来就此。今晚月色真是好美哦。白痴，光是讲月亮。哎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好黄哦。能不能讲点别的，猪哦？哎，不知道我二叔跟你姐姐怎么样嘞？先想想我们吧。哎，你也不蠢嘛。你好死相啊你。你不喜欢我？喜欢，喜欢。你们不要怕，我相信韩冲跟风儿娘没那么容易把贼公贼婆交给我的，所以要借助两位小朋友一下。哎，前辈，哎，前辈，是不是有敌人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被个女淫贼啊伤了九次啊，九次！哎呀，佩服佩服！小弟昨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再重整旗鼓才只能四次，前辈功力深厚，居然有九次，不知前辈练的是何种神功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？前辈，喂！不要以为你们挟持了老板娘，我就会怕你们。什么？是老板娘放我们出来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他们是被人冤枉的，都是那件金缕衣惹的祸呀。里面原来藏了那位雷员外的一封密函呐。密函？淫贼，老公。还来啊？凑个整数嘛。哇，那个雷员外就是东厂太监雷天迪，还有啊，他还勾结日本幕府。喂，我跟你说过我不认识字吗？我跟你说话了吗？我是跟我老婆说话。哎、哦，原来是你不认识字，要不要我念给你听？不要说那么多啦。好，老板娘，你怎么会知道信藏在金缕衣里？嗯，哎呀，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、啊。嗯，你们连他都不认识啊、哦？不认识。说给他们听。不要说，准你喝酒。白头神坛朱高正，我一向嫉恶如仇，所以得罪全奸，虽然目光如炬分辨忠奸，可是还是被朝廷把我给免职了，罚我吃屎30斤，发配边疆，洗厕所3年，这都不够惨的、啊、最惨的是啊，娶了个嫁了9次的残花败柳，洞房那年生个儿子居然没屁眼。好家伙，不准说了、哦、我不能说了。哎呀，拜托，我不能说了了。哦，原来阁下就是当年的白头神探，晚辈失敬失敬。韩有令人大直侠侠，有韩西一零九五四道。哎，韩大侠，知你完成任务，可喜可贺。谁知你误交损友，有意放走九尾狐，此人施恶不赦，极为可惜。特请令侄韩林及风铃小姐到染布房做客，明日西韩大侠与风雨侠、西九尾狐、飞天猫及赃物到此一叙。雷天迪字，哇，雷天迪，你全家死光光，臭打肿，我把你两个卵蛋当子弹玩。老公，你说话
好难听哦。哦，对不起娘子，因为我生气嘛。你看那个雷天迪抓走了韩林跟风铃，我们现在要赶过去救他们。好，祝两位马到成功，在下和那人先行告退。喂，站住！哎呀，我好怕。哦，娘子有没有吓到你啊？没有，相公。哦，那就好。没事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信上写明了要四个人一起去的。欢迎欢迎，欢你个娘！快点放了韩林跟风铃。你们真守信，带了九尾狐和飞天猫来，我也该多给你们几十万两啊。我们不稀罕你的臭钱，快点把他们两个还给我们。等我验明正身，拿回赃物，自然会让你们一家团聚。哎呀，不要啊不要啊，你把我交给他，他们一样会杀掉你的。喂喂，现在是演戏而已，你不要再咬了好吧。人我可是带来了，韩林跟风铃也该放了吧。等等，韩林，看你们的。阴阳怪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死酒鬼，充军都充不死你，还敢跟我作对？证据都在这里，有本事来拿呀！我闪得快，要不然撵都撵不起来，那就惨了。还好没让你给找到。当然了，连我都找不到。下流！下次再合吧。啊，灵狐出来。
可是搞定了，我的九条都断了，以后就没……没关系，我学了招新的。我也学了一招。哎，待会儿再说。好。都到齐了，我就来个斩草除根。失心大法，快走啊！儿子，爸爸，哎呦，我天哪，永远不死！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，君
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？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。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？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。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。再回首，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？承担寂寞愁，我何